7秒了。开了撕烂文件，将佢撕成四份放翻低。对唔住。佢又将文件砌翻好。对唔住。Darren 深呼吸，望住文件。得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我俾多啲时间你，你准备好签嘅话，你再打电话俾我，系咁。Darren 你好。Darren，我知你做。星期一2点，律师文件，你唔好同我迟到啊。Darren 反而离开，Helen 心碎咁样望住前方。